对呀，在杭州啊。有杭州的吗？是。阔腿裤吗？我这不是阔腿裤呀，我这是牛仔裤呀。裤子换裙子好看，换不了。换裙子我就不能为所欲为的把脚抬起来了。哪里人地球的？阔腿牛仔，不是阔腿牛仔。后面的周星星都美颜了，那让你们看一下美颜后的周星星不好吗？谢谢小星星，谢谢灯牌哦，早安。现在衣服其实配那个包臀裙的牛仔短裙挺好看。出去玩你给我破百，你可以直接不用出去玩，你可以直接那个啥，空刷给我破百，好吗？谢谢闲鱼的人气票。谢谢浪浪的高级灯牌。早上好，谢谢分享。S 宅女。我太社恐了，哪里看出来的？欢迎意思。哎，你们是 I 人还是 E 人啊？我是那个哪里 I 人？在人多的时候吧，人多的时候，要是在人多的场合，我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在人少的时候，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很有安全感。什么是 I 人？你没有测过，你不知道那个人格测试吗？那个人格测试啊。
就有 I 人、I 人和 E 人。I 人就是内向的，内向的是 I 人，E 人是外向的，外向的是 E 人。I 人一般通过独处来获取安全感，E 人是通过社交来获取补充能量。男人要自信，你就是内向的。区别就是 E 人是通过社交来补充能量的，I 人是通过独处来补充能量的。我每次在外面社交完，我都要在家一个人独处个一两天，补充一下能量，充个电。唐伯虎点秋香。好变态啊！好变态哦！你是通过吃肉来补充能量的。吃东西也可以补充能量。